你跟我讲，你要回去处理一挂代志。我本来是想讲哦，你是要伊离婚的啦。啊，结果煞无离婚，等到佮因全家伙也带过来啊。是毋是因努力无爱帮你走？不要紧，看是安怎，你跟妈讲，妈替你处理。妈，妈，阮做伙了后，确实常常冤家啊。啊，不过翁仔某冤家，毋是真正常吗？其实我嘛只是咧试探伊，看伊阁要伫这婚姻无。啊，想袂到伊这么用心，给我一个这么大的 surprise， 求婚呢，我嘛就感动。伊知影你是我的查某囝，当然嘛是安尼巴结你啊。啊，妈，伊毋是因为安尼才巴结我的，我啥物拢无甲伊讲哦。啊，我是等伊求婚了后，才甲真相甲伊讲的，伊嘛就意外的。恋爱观众，不要紧。啊，迄个林慧珠吼，嘛是算有分寸啊。哎呀，不过伊遐阿姑，无多出门诶，而且吼，搁真小贪，打见面尔，都要你替伊用这800万。这条是细条诶啦，处理一下就好啊。不过我是惊伊讲后壁搁有一大堆诶出头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会提防伊诶。你做巧的，我相信你会注意的。本来原本是要替你安排一个正式的宴会，向大家介绍你是我的查某囝。不过我想到黄冠中看见阿姑，我都足惊会失面子的，所以歹势啦，只好委屈你啊。妈，无要紧啦，我只要会当倒来你身躯边哦，我真正啥物拢无要紧啊。我心满意足，乖。啊，你这看卖，你搁欠啥个？妈妈讲，妈妈会尽量满足你。啊，搁有，我会捐一笔钱入你的户头啊。看你要买啥，你着尽量买，自由运用，知影无？也毋过爱记的，卖予黄冠中知影你有钱。啊，若无欠其他你遐个钱哦，拢会摕了了。多谢妈，今仔日透早的代志，你敢还阁有咧甲我生气啊？我知影我讲话无好听啦，也毋过迄嘛是因为我怨妒柯淑君啊。我答应你，以后我袂阁安尼啊。如琪，你真少失去控制，我是安怎特别讲柯淑君你幻想？伊只是一个真可怜查某人。你就别再为难伊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知影，答应你啊。所以，咱今仔无代志啊，哈。那呢，我想要你泡茶给我啉呢，咱来去听饮茶开讲，好不好？爱讲回来啊，你嘛总算实现你愿望啊，今日。啊，真正是应该啉一杯好茶，好好庆祝一下。我也知你想听我。呀。尤其平常时拢我汉早起来，一定是为了替爱将出早顿。我3月5号致电检视，今日柯淑君怀疑张家良跟尤其串通。尤其等到忌口是柯淑君的西郎，故柯淑君曾经跟张家良暧昧过，还是郭启荣代志改讲，可以是着真大的打击，让我失职。假使你袂记昨发生的代志，就代表你昨阁泡茶予尤其啉啊。因为尤其有一杯归暗无回来，隔天讲你阁会记甲郭启荣有关系的代志，所以后来。你跳过伊烫伤，我泡着尤其啉。隔两天，你阁会记柯淑君讲过郭启良的代志。昨暗，你个人阁试一遍，泡着尤其啉。若是今仔日你阁袂记昨暗的代志，那你关键确实就是咧泡茶。以上，第3月5号，织田健司的老话。
我来困进前泡着有气的动作，就是柯淑君讲的特别细节，是一种我未记甲国际上有关的代志开关。啊，不过是安怎这么简单的动作，有这么大的影响，跟我真个代志，甲有气，甚至是干嘛有关系？爱讲，因为妈妈哦，唔知你爱食啥物，所以逐项拢替你穿一挂，你拢家试食看卖。以后哦，你爱食啥，妈就替你穿啥。妈，我啥物拢食啦，我无禁食，因为我知影爱小好。是讲要来好意思，皇妈来穿早顿给大家食啦。应该是我爱讲来穿，安尼唔才对。你哦，就是出迄个嘴啦，那真正是有友好。哪会叫爱讲传，唔得爱家己去传。友好哦，是爱用行动表示，啊，唔是哦，用嘴讲几遍的。好啦，食饭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这是台湾，唔是日本，免用这套。啊，我就是讲你有这习惯呢，妈。爱讲就是想讲，要较早先咱这个家，唔才会这样用心。别紧啦，我再教你。对啊，是听讲瓜小君嘛住伫遮，咱会困这么晚，拢还袂起床。伊啊，已经离开啊啦。肯子啊，你较早哦，和你柯淑君来牵你靠靠行啦，和你家姐已经亲醒啊，嘛个石头路啊。我未记先做，我个石头路。你个石头路的代志，你拢未记啊？我敢会记个，你是因为张家人代志解冤家，俺哥唔知先做，后到最后伊就走去啊。我未同意回辞职，今日公司若是对到伊，我阁问清楚个。拢是伊工会无天，无如阿公，我甲张家良两个人有串通，还蛮想看卖伊过去什么款人啊，所以我着甲伊较早所做诶代志完全无讲话听，啊伊见小东生气，无迄个面甲咱冤啊，着走出去啊。甲苏俊杰个外人哦，竟然想想要塞动你阿婆感情啦，真正是无分寸。健子啊，这种查某人哦，离愈远愈好啊。就是讲啊，妈哪有可能跟张家良看人串通啦？张家良即摆伫咧本家的名声哦，早就已经臭了啦。而且妈哦，嘛是本家的查某囝啊，但就张家良这款笨手，绝对无可能有机会啊，咱才去买啊。对啊，是讲爸，啊你以前头壳是足好的，是安怎最近会定定袂记你代志啊？噶不是破病，我看也是赶紧安排一个健康检查啦，看卖脑部是毋是啥物病变啊，像就失智症还是脑瘤，提早发现咯，才会当提早预防啦。吴冠中，你若无讲话哦，人袂甲你当作是一狗啦，一透早就安尼纠缠阮翁，无你啥物意思啊？你若阁继续阿袂讲话哦，我著甲你鸡嘴。听起来，就是讲咩？阿爸只是无想要记遐尼无聊的代志啊。妈，迄柯淑君的名声本来是我的啊，啊，新闻嘛报，伊甲张家良有婚外情的，啊，就算伊失去记忆，嘛会当上网搜寻家己过去的新闻啊，看拢看袂完啊，有迄个明早来爸家搞搞定，看袂见笑。对啊，伊唔呐偷客遐哦，之前阁是要抢走惠民医院的经营权啦。啊，好佳哉，惠民医院遐个人哦，拢是挺言甚远的啦。啊，若无若是予伊占山为王哦，迄个张家良都会当趁机会爬去伊个眠床顶，阁会当翻身来。对回应不忠，想要出来随我抢走，这款代志你敢若也捌做过？莫有是讲别人，无是讲家己。
咱袂记诶，手机别人讲歹话时阵，另外四支镜头啊，嘛来记你家己。做毋到代志，咱悔改，这就是好代志。搁再讲，柯叔叔是你诶师大呢，你哪会当用即款态度批评伊？爸，是啊，我搁有足侪所在爱甲你学习，多谢你甲我指教。爱酱啊，食无食款哦，一双手放喺桌仔顶，啊，恁咖啡阁会出声哦，恁嘛较拜托咧，较有气质好无？坐无坐相，徛无徛相，啊，食无食相，真害呢。妈，你先莫安尼，即阵啊要求爱酱遐尼济啦，伊才刚回来尔。我再偷偷改改啦吼。啊，我给报告一下，咱新制作一定哥伊个节目合作案，国际荣国总希望永智集团会用加入这团队。永智集团见到因的品质真好，我认为你这合作案是有加分的。坐落来是毋是连万里都要拖入来啊？代志愈布愈济，啊早知哦。唔爱做啥物公开招标啊啦，不搞一大堆代志就烦嘞。各局首长合作，就是好代志。是啦，永氏集团对品质的要求嘛是真高啦。之前我嘛捌伫永氏集团做过，这点哦，我绝对当挂保证啦。是讲，是以私心来讲哦，我嘛希望王总裁会当做到新制作的胜利啦。安尼，伊个规个心思哦，才通放伫个事业上。较免哦，因为看到伊个太太啊，昏迷大病，安尼，规个人拢失志啦。最近我看到伊啊，规个人安尼，敢若老几啊岁呢，看到真唔甘啦。是啊，啊，王夫人甲王总裁嘛做三十几年个翁仔某啊，一世人相依为命，啊，即摆王夫人昏迷不醒，哎呀，想着都就想要哭。啊，惠民医院哦，我嘛清晰啦。我有听遐医生讲，那只王夫人的身体状况哦，即马应该是爱清醒啦。啊，不过却昏迷不醒，这有可能是因为心因性的啦，都可能是心肝内有啥物痛苦，伊无啥物面对，所以才无啥物清醒啦。啊，敢是因为王总裁要甲伊离婚，所以甘愿一世人拢昏迷不醒，无想要面对啊？哎呦，安尼足可怜的呢。一世人对王家这么忠心，搁为着要把王总裁留在身躯边，搁为着那观众的心事，啊，虽然足可恶的啦，我想想的哦，伊嘛足可怜的，才会做迄错误。啊，是讲用催眠的方式试看卖啊，改变想法，无必要放弃家己的人生嘛，对不？阿妈哦，有这方面的人脉嘞。所以催眠真正会当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哦。无这款代志啦，人咧讲啦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啦。啊，若真正靠什么催眠哦，就会当改变一个人的个性。啊，世界上什么躁郁症、忧郁症，无拢无去啊。哦，不过妈拄只讲，我嘛是听人讲的啊。啊，不过我嘛唔知道实际上这医学是不是行会通啊？啊，搁再讲啊。不对，卡王夫人无适合吧？啊，反正哦，也是听医生安尼讲，才阁决定啊。哦。小巴等。万个又起来向我讲催眠，佮讲黄爷爷无愿意承认，这款态度真正有一点仔奇怪。